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维尼熊的气球造型。我们首先用这个260长条做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单炮，做小熊的鼻子。做好了这个之后，我们拿根气球，拿根黄色气球，先跟这个那个连接起来。连起来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点稍微拉长一点，中间留一点距离，因为我们这里要做苹果节。然后我们把手按住这个节点，然后往里面推，尽量往里面推深一点点，然后手抓住这个节点，抓住这个节点，然后旋转这个气球。好，现在我们做了一个苹果节，然后接着我们做一个小单炮，做成一个熊耳节。好，把气往后面赶一点，然后我们这里要做四个四指长的这样子的单炮，然后每个单炮中间要做一个耳结。这里方法都是一样的做法。好，做好最后一个单炮之后，我们就跟刚才做的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先连接，连接到一起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四指长的单炮，四指宽啊，然后再做一个四指宽，然后我们连接到后面这个位置来，后面这个耳朵上面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做到这里，多余的气球我们就不要了，你先把它折掉。然后我们拿另外一根气球，我们先做一个2厘米左右的单炮，锁到这个对面的这个耳节上面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四指长的单炮，卡到这个上面，然后绕到这边来，一样的做一个四指长的单炮，这样绕到这个耳节上面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两指宽的小单炮，然后绕到相邻的这个耳节上面，我们再做两指宽的小单炮，也是一样的，绕到这个耳节上面，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做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刚才做的小单炮塞进来，把它全部塞成这样。然后我们把剩下的气球往后面赶一点，做一个两指三厘米左右的小单炮，跟这边一样大的，然后把多余气球折掉，然后这里打结。然后把它连接起来，这里然后做一个大概两指宽3厘米左右的单炮，然后我们把它打结，这样子打结起来。好，后面多余的擦掉。好，做成这样子，捏一下做成它的眼睛，然后我们把它塞到这个孔里面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塞到这个孔里面啊。然后我们再用一个260的黄色做一个两指宽的环炮，做个小小的环炮，然后先这样子。然后这里我们把它打一下结吧，这样子以免它散开了，打一个结。然后再留一个小点的单炮，把多余的气球给折掉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打结，然后我们把它塞到这里这个孔里面，把它塞进去。
好，把这个卡到这里，这就是小熊的耳朵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一个塞进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小熊的头我们基本上就做好了，下面我们就做它的身体，也是260黄色长条，先做三个，先做成两个小单炮，然后交叉到一起，再做一个小小的。好，这里我们做它的脚，然后再做一个三指宽的单炮，做一个小单炮，做成耳结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先做一个环炮，大概也是四指宽的环炮，然后绕到这个耳结上面，绕成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大概三指宽的单炮，做个小单炮，做成熊耳结。然后我们从这个里面把它塞过去，塞的时候手要掰住它。好，然后我们留一个大概五指宽的单炮，然后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小单炮，做成熊耳结。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四指宽的单炮，这里再做一个熊耳结，再做成一个小单炮，做成熊耳结。好，我们把气球给它接上，接到这里来，接上之后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气球给扎掉，然后我们把它打结上。大家就把多余剪掉，然后我们这里再做一个试试看的环炮，做成这样子之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塞到里面去，也是一样的方法，做成两边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留一个三指宽的单炮，做三个小小的。再做一个。然后我们用一根黄色长条，先做两个小单炮，做成熊耳结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把它包起来，包裹起来。再包一圈，绕两圈，把它包起来。好，我们把多余的气球现在可以扎掉。好，现在小熊的身体部分做好，现在就是把这个头跟它的身体组装起来。然后我们这里这个剩下球皮，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到这个这里的耳结上面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小熊基本上就快完成了，最后我们就是跟他做一个用红色长条跟他做一个围巾。我们先用红色的200做两个小单炮，做成耳结。好，我们大概留一个15厘米左右长的距离吧，一个单炮，然后再做两个这样子的小炮，做成耳结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围在它这个脖子上面，
围到脖子上面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弯一下，这样围到脖子上面也是差不多长的距离，稍微短一点点，我们把它耳尖上面锁住，锁到这个耳尖上面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多余的气球给折掉。最后步我们就是把手给它装上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260长条锁到刚才这个耳尖上面。好，然后我们在一个大概四指长的距离先打一个结，先把它折断，然后我们这里现在做几个小的熊耳结，这里做，再做一个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留一个跟这边一样长的距离，然后我们把它锁到这边的耳尖上面。好，我们把多余的气球折掉。好，我们的维尼熊气球造型就做好了，最后我们给它做了朵小花。